湯寧山嘅國際孤獨等級啊，今次咧用咗一個 stage 3-24嘅一啲 chord solo 嘅玩法啦，相當之簡單，其實就係以 melody 為主，每一次去到 chord 嘅部分咧，我就將 melody 同 chord 加埋一齊。OK， 逐個逐個講，你就會明噶啦。譬如話第一句，如果 melody 就係、是、，Okay， so fa mi mi， 我就將落 chord C chord 嗰個位，我就加入去。不怕寂寞。加個 warm 俾佢，然後就哒啲 E chord A minor， 咁聽落好似好特別，好食到首歌咁，但其實我玩嘅 chord 咧係啲最基本嘅 chord 嚟嘅喎 ，C chord 係最基本嘅，落咗個 C major seven， 其實係好基本嘅 C chord 嚟，然後 E seven 係嘛，最簡單嘅 chord 嚟嘅，加個 melody。咁所以其實咧，好多時啲人話：，我想學 chord solo 啊，我想學 finger style 啊，唔知點解好多時有個錯覺就係好似要單獨學咁啊，即係好似一次次一講親呢啲嘢咧，就會話：，喂，我唔學伴奏啊，我要學 chord solo。其實你會發現，如果你真係去拆解成份譜嘅話咧，其實你必須要先學咗個 chord， 你先可以學到嗰個 solo 嘅。OK， 咁當然，除非你話你個學習嘅方法就係、是，我跟死份六線譜，然後我連自己彈緊乜 chord 我都唔知道，總之六線譜叫我呢個彈。第二格呢、這個題，第三格我就照跟。除非你用呢個方法去學習，否則其實你所謂玩嘅任何 finger style chord solo， 其實你都必須要係由一個伴奏基本和弦去講起嘅。咁特別係譬如話，你知道玩 melody 嘅時候，好多 melody 根本就用翻個 chord 嘅組成音去演變出嚟嘅。變相頭先我哋第一句，就算我玩咗 C chord， 就食到個 melody， 因為佢個 melody 嘅 E 音就係 C chord 有音，跟住呢個 G sharp。是个 E chord 本身有的，无论我玩 7 也好，或者普通 E 也好，它都有的。然后 A minor C跟着 passing chord， passing chord 这个我们在、stage 1-13都有教过啦。 melody F chord，真係咁巧，個 F chord 本身就有呢個 A 音，跟住 G sus4 C chord 本身就有個 G 音。嗱，所以其實點解今次會拎呢首歌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因為 chord solo 如果你要加 melody 嘅時候，你會發現，以為原來真係所有 chord 都係有本身嘅 melody 嘅音，其實好容易執嘅。相對嚟講，當然因為而家玩緊 open string C chord 就更加容易啦。跟住佢下一句玩咗個咪發蘇度。E F G C， 我就玩咗個 octave 嘅玩法。我哋stage 13-24教咗好多 octave 嘅玩法啦。你可以加個少少G 音落去，因為 G chord 咧，我哋 G 音我哋講過喺 C key 係一個八搭嘅和弦嚟嘅，就可以和到落去任何 chord 度嘅。加埋一齊，快啲參加我個線上音樂課程，大量專業教學影片等緊你。